周君老师帮大家进行数字测验，我们一起测一下未来一个月我可以变得更好吗？来，老师，我的幸运数字有5827、1943、3051、2530、6379。直觉了，来，庄老师请选。好，我们现场没有人选的是3051哈，我们来看看3051未来一个月我到底是可以变更好吗？哈，我们来看看3051哦。哎，这个叫巧遇良医，疏解不适，就是健康方面会变得更好。可能之前你身体不太好，常常会感冒或常常腰酸背痛，那感觉好像每天病恹恹的，但是终于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医生了哈，能够帮你缓解你的所有的不适，所以让又再加上你有运动，所以说你就身体健康，当然你各方面的健康运势就会变得更好，不再是一个病恹恹的人了哈。那我们来看看5827现场是阿边大老师还有笃林哥选的哈，到底是在哪一方面变得更好？我们来看看喽。升迁顺畅，水到渠成，这跟工作方面变得更好。那就是如果说是一般的上班族的话，那因为得到老板的欣赏，所以说就变成能够升职加薪段，当然很不错了，就是在工作上面变更好。那一般如果说是做生意的人，当然你的生意会变更好哦，忙到你哦晚上睡觉都会笑得睡醒哈。来，那我们来看看1943是静纯选的，是是是，观众朋友选的哈，看到底是哪一方面能够让你更好哈。人缘满点，社交活跃，就是人气方面变更好哈。是，因为可能你有一些好的po文、好的照片、好的短片哦，你就是po到网络上，那你的莫名其妙的按赞人变多了。老师，什么叫莫名其妙？你的粉丝就变多了，很漂亮的按赞的。当然，可能有些人会因此而得到一些另外一种广告的效益哈，所以说也是会有赚钱的方面哈，所以说就变成人缘方面是满点的哈，变成社交活跃，人气变更好。那我们再来看看2530是乙三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选的哈，到底是哪一方面变更好嘞？是桃花变更好哈，桃花灿烂，情场得意，桃花变更好。如果没有另一半的人，当然你走到你哪里，异性都会很敬仰你，很羡慕你，很敬慕你，就会让你觉得好像变成是万众情人，非常非常的不错。如果你有另一半的人，你可能在于另一半对你来讲，你们两个人更和谐，更甜蜜，他爱你爱得不得了，让你觉得说你心里面不不拿球，因为怎么样太甜蜜了哈，所以说是感情爱情方面非常的甜蜜，就是桃花变得更好哈。那再来看看哈，那个6379是庄老师选的，还有那个美玲老师选的哈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里变更好哈。哇，太厉害了哈，财星高照，就是势不可挡，财运方面变得更好哈。财运方面变得更好，投资更顺畅哈，当然正财方面来源是不容置疑的哈，一定是非常的稳定，但偶尔那个偏财还会来敲敲门哈。那当然在钱财方面变得非常非常的让你放下心来，就没有什么问题，所以就变成说想吃可以吃，想买可以买，想玩也可以玩，所以财神也让你快乐的不得了哈，所以是在财运方面变得更好。